夜十二点钟看电视，哎，我想吃草莓。啊，好，那你去买啊，我怀孕了。哦，好，我就到楼下。我到了楼下，打开门出去，我猜测我要去哪里买草莓啊？一下不是草莓季，没有草莓。到某一个地方买水果，什么水果都有，就是酒店，都有库存。到我在家怀孕，这个是我要去金宝贝坐一坐哈。对，我帮你搞定。对，把一盘子切好了，还有一个雕花在上面，还有干冰，半夜端一盘出来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天在等。想吃了没有？想吃的啦，忙定位。哎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当初在怀孕，或者说你们在结婚，准备要计划生小孩的时候，你们会预先想要说，哎，我希望这个是男的，或者我希望这个是女的吗？生小孩怀孕之前哈，这种你的这个 imagination 哈，想象空间都是海阔，什么都会想到的。嗯，希望男的，希望女的，希望以后他打 NBA， 希望他怎么啊，以后是什么比尔盖茨怎么样，一堆这种东西。OK。但是很妙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当你知道怀孕的时候，你所有的这些想法通通都会不见。哎呦，你只有一个想法，我希望他健康。对，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人的健健康康生下来就好了。嗯，再激动点，健健康康生下来就好。再来一个，健健康生下来就好。花影帝。女人怀孕的期间是非常累的啊，所以她的身心都会非常的辛苦。那在怀孕期间，他们会做出一些无理的要求。其实我很希望他做一些要求，哎，譬如说要吃什么，我就可以去买啊。但是麻烦的是，我苦恼的是，他什么都不要，没有，甚至吃也吃的很少，我就很担心。他不跟你讲，他觉得你应该知道。对呀。然后你没有做到的时候，他就骂你，然后你就说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你现在这么惨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啊，你现在好惨。就是好像没做怀孕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没有啊，对啊，所以他就觉得他可能最近遭遇到这种情形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但是我觉得 OK 啦，这正常的啦，自己另外一半要求会有偶尔撒个娇任性一下，很正常嘛。他最早他两个月的时候怀孕，然后有一天我忘记几点了，半夜十二点钟看电视，哎，我想吃草莓。啊，好，那你去买啊，我怀孕了。哦，好，我就到楼下。我到了楼下，打开门出去，我猜测我要去哪里买草莓啊？一下 ，7-Eleven 没有草莓啊。然后到顶好 ，Welcome， 不是草莓季，没有草莓。我在满街上晃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哪里要去买草莓。上次有个来宾说到某一个地方买水果，什么水果都有，就是酒店，都有库存。哎，你知道吧？那也要够熟的吧？我不相信他很熟。挡狼多挡一点就好了嘛。我孙婆，你这招太狠了！我在家怀孕，这个是我要去金宝贝坐一坐哈。对，我帮你搞定。对，把一盘子切好了，还有一个雕花在上面，还有干冰，半夜端一盘出来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天在等。想吃了没有？想吃的啦，忙定位。哎，我去了，我去了，开心。成功哎、欸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哎，什么更痛苦的？快点，有没有更痛苦？其实前两天艾利克斯已经见识到了，对他去长恒老婆带了两个小孩到我们家，哎，然后我其实我很高兴他来我们家，他本来老婆还说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们在附近来休息一下，我说来来来来来，他们走了之后，我觉得是一个我第一次上课，哦，可是我觉得很棒，因为他两个小孩来我家，他两个小孩已经很乖了。大的会走来走去，然后我有一盘那个石头在我的那个咖啡桌上面，等于你的收藏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有蜡烛装饰，就是装饰、哦、装饰。然后他就开始拿着石头开始摆，因为他们在那边待一个钟头嘛，反正我们在聊天，我跟他太太聊天，有那个谐星干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就开始放石头，乱放，全部家里乱放。然后石头就在那个桌子上这样刮，哇塞！然后你知道我一落我就。然后我就看永学，然后永学就说 ：“It's OK。”然后我说 ：“OK，It's OK。”桌子还好，可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一些电器 ，electron DVD 啊，电视啊，50寸的啊，那个电浆啊，然后就很多那个遥控器，五六个遥控器。Forget it。然后那个小的 baby 就拿起来，
他一拿我就，我感觉上他就要摔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一拿开始就这样子动，后来我就说，他叫 Felicity 嘛，我说 Felicity 放下来好不好 ？OK， 我以为他要摔下来，然后妈还好，妈妈是真的就是聊天就这样抓了就这样放下来，干不看他在跟永贤聊天嘛 ，Felicity 不要装，就这样放下来。后来那个大女儿说她要吃饼干，哎呀完了，后来我就说。OK， 他就从那个袋子就饼干就拿出来，我沙发是白的，哇塞！后来我说 ，Charlie， 你要不要盘子？他说 OK， 我说哇好，我拿一个盘子给他，他盘子拿过来，他盘子这样拿的，这样吃，可不可爱？是的，他永贤一直看到我在旁边，就越来越惊了，他就说 It's OK， 他说 Relax， 放松，我说 OK 好。啊，吃那个饼干，饼干里面有那个像什么梅子在里面，我不知道，像巧克力切还是什么东西。那小女儿就开始，她就在沙发上玩，然后她就这样玩。哇塞，头在要乱玩，我也不知道她在干嘛。走了，他们走了之后，永贤才跟我说，哎、欸，还 OK 吧？我说 OK， 他说让我给你看一样。他把那个枕头拿开，他把那个巧克力粘在那个沙发上。黑的，你知道一个已经融化掉了。哇！我一看就，对，你看，你们走的时候，他其实跟永贤好好说了一下，我们算了，我们这孩子不要了。后来他们走了，然后永贤说 ：“Are you ready？” 后来我坐下来，我才想一想 ，It's okay，OK、okay、了，白沙发而已，放黑的就好了。那个时候你会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就是 OK， 沙发洗一洗。不要洗，直接换黑的。哎，不对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刚刚在化妆室还在聊天，因为他最近刚买房，对，然后又在看家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你都不用，什么都不用看。对，你这接下来三年，你就用最烂的就好。对，真的，对，这不是你沙发也不用选颜色，迷彩。而且我跟你讲 ，OK 了，最好的就是怎么样，有朋友不要的，你说给我，不用钱的，你就把它这三年就这样过了。对啊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墙壁自己先画，免得到时候痛苦嘛，自己先画还好看一点。DVD， 我们家那些所有电视的盖子可以拔掉了。DVD 什么 amplifier 所有那些钮全部拔光，都拔光。现在我都在扭螺丝，你知道吗？后来要看电视，哎，大声一点，来螺丝刀来。全部完了，都没有用，那通通都我跟你讲，通通 forget it， 那通通都没有用了。对啊，其实他们走之后，我坐下来说OK 了，还是 OK。反正这东西再买嘛，反正就不要用嘛。对。可是我看到他们真的很可爱。有没有人办过那个 single party？单身 party 一定有，有一定要办。我必须要讲一下，我觉得在台湾哦，办 single party 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没有那个意义。我怎么说呢？为什么？不是没有玩到？不是，因为台湾男人已经天天在已经在玩了。因为台湾有酒店文化，对，已经常常在玩。那国外是他可能一辈子真的那天晚上最疯狂。对。对，因为那在台湾顶多就是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再去一次酒店。对。刚刚他讲说那个什么，国外的 single party 比较有趣，是因为国外人不要看住美国，因为很多人住在乡下。对，聊生蛋呐，我跟你讲，国外的生活真的比台湾来讲来单纯多，对，平淡，单纯很多，很可怜。没有那种酒店嘛，所以他真的那一次 single party 就找几个好朋友，我们真的今天晚上大家在一起。就是男人的一个晚上 ，OK， 我们大家租几个 A 片来，找两个跳脱衣舞的来，那已经找两个三个已经很夸张了。而且国外跳脱衣舞的，他有规定的严格，也不能就只能看，对，不行碰，大家不能碰，怎样，还有保镖在旁边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那台湾的男人真的，你所指的国外是你们的美国，美国的，全国都是这样吗？差不多的，大概就是那种 bachelor party 了，就是请几个，他们叫 stripper 嘛，就脱衣舞的来，让他一来。你可以先选啊，还有看目录啊，你选了两三个，他带个保镖来，要是警察，要花很多钱啊。对，来他跳一跳舞，他真的只是来跳一跳舞，然后脱衣舞，然后你可以做别的东西了。可是就是看你要他待多久，可是花很多钱。台湾的去酒店比在国外请那种脱衣舞的来又便宜，然后一来有十几个有可能。你常去哦？没有啊，我这么听说啊，办了十几次，小心点啊！对，你不要再讲了，你话少一点，为了你就两三个。